闹啥笑啊？谁数了？没有啊，没什么人死。真的不喜欢现在 Sub Tier， 我是很不习惯整个 CS2， 不只是 Sub Tier。干嘞！我在我屁股啊！好、啊，为什么密？为什么中路还有人呐、啊？你娘嘞，清也不清干净。第二局都要硬出吗？哇塞！我现在对 CS 的 meta 不熟。他怎么还在啊？干你娘嘞！硬起啊！扣一把。打第一时间嘞，对面打得很慢呐、啊。再回来。下午好。不了。我要枪啊！妈的嘞，打什么打？干你娘嘞！这个新货的滑鼠垫好滑哦 ，Pico。他怎么在这里 ？What the fuck？ 他们幸好没死。看他队友应该等我的闪光了。有啊、哦，一打五，一打四，对面是打职业队的、欸，是打配合的呢，好团结哦，真很危险，又那么浅 ，one shot， 好了，
motherfucker！ 干你娘啊！打那么猥琐，杀小啦！啊！哔哔哔哔哔！剪个发狙，又脏到了哈！我这新火链真的好滑哦，滑一个枪都控不住。干你娘！这样打到我，超级掰嘞！基本上第一名我就觉得他很靠北，干你你欸，打法那么猥琐。哎，第一个在那边跳，他妈的是在跳什么意思，看不太懂。打配合的这一弄，赢了我吃屎啊！看对面怎么可以那么猛？我操，被他晃烂嘞！这火他妈怎么会灭不掉啊？靠腰嘞！那你就修啦，傻逼逼，是不知道在改什么意思。这对我暴气喽。